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由咪咕阅读主办的阅读咖杭州移动延安路营业厅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孙晓林。那阅读咖呢，是由咪咕阅读定期邀请名人名家举办的读书交流活动，累计到现在已经开展了1000多场名家活动了。相聚阅读咖，阅读便不再是一件孤独的事儿。那最近有一个综艺非常火，叫做《国家宝藏》。那其实呢，国家博物馆也未能尽数的收藏所有的我们的国宝，有很多国宝都散落在民间了。那民间很多能人异士呢，也为国宝而疯狂。今天我们阅读咖为您介绍的作品《鉴宝金童》，讲述的呢就是与国宝有关的故事。那这部作品的作者呢是七宝琉璃，他是新晋实力作者，曾用笔名姬风，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鉴宝金童》《古玩人生》，获得咪咕阅读2016年度读者热追奖。作者《鉴宝金童》入围2017西湖大会优质 IP 和2017新浪微博主办的亚洲好书榜、微博先锋势力榜等等。已经进行繁体书的出版，该书在多平台非常畅销，点击过亿。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七宝琉璃，让我们掌声欢迎七宝琉璃大大。欢迎您，由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鲜花，谢谢。大大您请坐。谢谢。您请坐。好。那首先请您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以及直播对面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鉴宝金童》的作者七宝琉璃，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谢谢。好了，再次欢迎大大来到我们阅读咖的现场。那为了让大家更快的进入状态，更多的了解我们七宝琉璃大大，我们首先呢来一个1分钟的热身，来一个1分钟的快问快答，然后我问一问题，您简单的回答我就好了。好，可以。在生活中您是宅男吗？是宅男。那您会做饭吗？烧菜会的比较少。那泡面吃的多吗？外卖吃的比较多。那您送给女朋友最精心的一份礼物是什么？比较少吧，钻戒吧。哇，好精心。您对女生的感觉在生活当中是喜欢一见钟情多一点，还是日久生情多一点？日久生情吧。那最不喜欢哪种类型的文？什么东西啊？哪种类型的文章是您最不喜欢的？怎么说呢？喜欢的比较多，不喜欢的比较少。哪一种的话还没有。好吧，那除了作家，您最想从事的一种职业是什么？打字员。那想必你打字非常的快准狠了。那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您平时看电子书是上我们咪咕阅读还是咪咕阅读？咪咕阅读，当然是咪咕阅读。那好的，谢谢我们七宝琉璃大大。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稍微了解了一下七宝琉璃大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大的一部作品《鉴宝金童》，那它也是正在我们咪咕阅读上连载。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部作品以及我们七宝琉璃大大整个创作的一个历程。那首先请我们的大大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什么内容。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古玩店的伙计，然后通过一次善心的举动，然后获得了鉴宝金童，然后从此人生开挂，从一个古玩店的小伙计走向古玩大亨的一个历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对。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鉴宝这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内容框架进行创作？应该是从小比较感兴趣吧。小时候有很多梦想，有什么科学家、医生啊。当时我小时候很想当一个博物馆的馆员，去修复文物，我觉得很神秘。有很多文物有很悠久的历史。然后后来看过一个电视剧。叫《长缨在手》，好像是陈小春演的，故事的大概内容都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应该是他们是为了寻找一个圆明园的丢失的12生肖，应该是龙首吧。然后他和一个格格，然后经过艰辛的努力，然后最终追回龙首。所以我就想通过后来接触到网络文学，然后就想写这样一本书，然后通过作者的努力，把这个散落在外的这种流失文物能够追回来，然后现实中做不到，只有通过写书来做到了。好，大概是这样一想法。我其实觉得很伟大，你写这部这本书的初衷是把外面流失的文物追回来，也体现了您生命中的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我据说您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了，是吗？对，应该是在13年暑假，然后开始写书。那时候应该是在，我想一想，大概是在13年5月份，那时候我还是大三，然后那时候很喜欢网络文学，然后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看网络小说，特别喜欢这种鉴宝题材的网络小说。好吧，好吧，那您做学生的时候会不会有在底下偷看小说然后被老师抓包的一个经历？天天看，但是大学老师嘛，基本上不抓包。那您掩藏的应该也是很好的。对对对。那我们就想知道，您看了这么多小说，是以什么契机您决定开始自己写小说了呢？应该就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应该是2013年5月，然后疯狂的看鉴宝题材小说，然后当时无书可看，然后有一次去操场跑步，然后跑着跑着，然后脑袋里突然就蹦出了这样一个想法，说我要写书，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鉴宝题材的这种小说。然后当时其实我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做事情比较慢，反应也比较慢，然后平时也比较拖延，但是那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执行力特别强，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个开头，然后之后考试，然后7月份就写了另外就接着写，然后发到了网上，然后一路就写下来了，就这样，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像您说，您也看了很多鉴宝类的小说，那其实像我们网文当中，像鉴宝类的呀、透视类的呀，这些大类型文其实是挺多的。那您的成绩非常的瞩目，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在写这大众文，怎样写得好？你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大众文的话，其实我一直写的都是鉴宝文，然后其实网络小说嘛，应该是互通的，这种在技巧上是互通的。可能在专业上稍微有点区别吧，我只能就我写网络文学、写鉴宝小说这方面来说一下吧。鉴宝小说其实它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还有一些专业的术语，这些都是要提前了解的，这是知识储备。然后我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种专业的知识还有专业的术语融合在它的故事里面，就如何把这种知识性还有故事性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然后使故事看起来更加有趣味，能够更加引人入胜。我想这应该是我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吧。对，确实写好鉴宝文确实很不容易，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国宝啊、历史啊，都需要很多真实的去考察求证，然后写到书里面也会更加的真实。那就像鉴宝金童里面也有很鲜有耳闻的一些宝藏和历史，比如说彝族毕摩的法器啊，比如说夜郎国的历史啊，包括金百合计划等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内容。那这些素材您平时是从哪里获得的？解释一下，毕摩应该是彝族的祭师，就是掌握彝族神权，然后知人事、掌神权，然后掌握祭祀的这样一个智者。然后金百合计划应该是源于《黄金武士》这本书，然后讲述的是二战时期日本人从中国掠夺大量金银财宝，然后送回国内的一个事情。下面一个是什么？下面夜郎国的历史啊，夜郎古国的历史在网络上其实是比较少的，这个因为它很少有文献提及到这一点。很多故事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网络上的，还有书籍里面的，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就是加以引申，可能自己编的比较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鉴宝金童》。好，大家一定要去看《鉴宝金童》，因为作者真的在这本书上下了很多的功夫，也怪不得很多读者对这本书很痴迷，因为他这本书给他们一种代入感，非常的真实。那在这本书中，其实塑造了很多鲜明的人物，包括主角像杨波啊，以及他弟弟啊、杨朗啊等等啊。那您作为这本书作者，更偏爱哪个角色多一点？应该是主角杨波吧。首先介绍一下杨波的身份，他是古玩店的小伙计。在开头我们就讲到这个古玩店，他高中毕业之后，然后去了古玩店做伙计，但是父亲重病，需要一大笔钱。他当时应该是工资大概2000左右，然后每天吃住在店里，然后中午的时候，店老板让他去给他20块钱，让他去买午饭。他给店老板花了10块钱买了盒饭，然后自己花了5块钱买了炒饭，然后剩下5块钱就省下来给攒下来给父亲治病嘛。然后因为后来回来的时候遇见了乞丐，他把炒饭送给了乞丐，然后获得了健保金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故事，就是塑造了这样主角比较有孝心。我想这样的人物角色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我们生活中应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我也希望能够就是这样有孝心的人能够有好人有好报，是这样。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给大家很多一些正面的一些感动啊，或者是事迹啊等等。但是我也注意到了一些配角，就比如说有一个叫刘胖子的人物设定，他其实是一个市侩但是却非常重情义的一个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人物的性格有一点矛盾的。那为什么会创造这样一个人物，有什么意义？我来介绍一下刘胖子的身份。他用术语来讲，他在国安行里面是拉纤，就像就是肩膀上那个拉船的那种拉纤。然后他实际上就是用普通话来讲就是中间商，是赚差价的，就为古董寻找买家和卖家这种中间商吧。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也会哄抬物价，就像我们现在的房地产中介一样。然后它的提成我们称作破三乘二，就是说卖方3%，买方2%，大概是5%的提成，所以它一定要把价格抬高啊。所以我们说它是比较市侩的，是从做生意这个角度来讲。但从做人来讲，他和主角一起合伙做生意，一起参加冒险，然后通过种种活动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兄弟然后挡过枪。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应该又是有点义气的，他应该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个人，然后在不同的事情上表现出的两面性，觉得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吧。对，其实这个人物的类型也是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很多人都需要一方面在商业上打拼，一方面又要跟朋友啊跟家人相处，这也是非常接近我们生活的，让我们非常的有亲近感。那其实《健保金童》呢在我们平台上架已经将近2年了吧。对对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有些读者啊就开玩笑会说追这本书的时间都已经换了2个女朋友了，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那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瓶颈期啊，或者是有什么没有灵感的时候？应该是有的，有很多次，应该是经常有。像尤其是前期的时候，这本书成绩并不出众，然后大概在100多万字的时候，情节上写到了瓶颈，而且读者也比较少，那时候真的觉得挺难的。当时我们网络文学叫做太监，就是说把这一本书直接就烂尾了，然后不再写了，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应该是繁体出版了，就坚持了下来，算是比较艰难吧。对，也谢谢你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最后这么好的一个作品。那下面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图书下面的评论都是快点更啊，推更啊，有很多粉丝向您推更，您一般都是怎么回应他们的？怎么说呢，如果正常更新了，然后就告诉他已经更新了；如果没有正常更新，大概告诉他几点钟更新。有时候有事的话，我也会在书评区或者读者群里面告诉他们今天有事就不更了，或者说什么时候我大概一更，或者说明天什么时候更新，大概跟他们交流一下。其实这种网络文学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可能比传统文学更多一点，就是这个样子。你也是非常贴心的作者大大。那我知道再好的作品其实也有完结的一天嘛，那健保金童打算什么时候会完结？大概500万字左右，剧情发展把人物写的差不多了，到时候会完结的。好的，那在创作的过程中，不知道您个人有没有什么爱好？比如说有的作者说我创作的时候我必须边喝咖啡边写作，或者是我写作之前我必须先画一个我这个故事的框架等等。那您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作者有一句话就是打开 Word 就是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打开 Word 就是直接开始写，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会看一下前面的章节，然后理一理剧情，把今天要写的内容想一想，然后有时候泡杯咖啡或者泡杯茶，然后准备点零食啊。不过现在我不太吃零食了，我今年长胖了20斤，看不出来可能啊。然后我们作者的话其实是比较拖延的，像我兼职嘛，然后晚上下班回到家，有时候6点钟坐到电脑桌前，但是10点钟我还没开始码字，就浏览网页啊，在那边拖延，然后经常就是赶到12点之前发章节嘛，这样比较辛苦，也读者也不满意。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有很多专门的码字软件，然后可以在上面拼字，上面会显示时间，还有会显示码字的字数，我们作者之间相互拼字，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比较高一点。最近反正码字的时间没有这么多了，晚上要睡得早一点了。对，因为你同时，我们期待更新的同时，也希望您注意身体啊，不要总是熬夜。对。那刚才我们在开头也提到了，像《千宝金童》这本书呢，被评为了西湖大会的优质 IP， 很多影视方都对这本书感兴趣了。那您对这本书的一个影视化的改编有什么期待吗？当然是有期待了。其实写网络小说嘛，有很多人就期待这种全版权的大开发。我们现在网络讲究 IP。就是对网络小说的简繁体出版、有声版权的制作，还有影视化制作、游戏制作啊。影视化制作又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网络大电影、网络剧，包括电视剧，还有影视剧各个方面。其实我觉得就像一个运动员去拿大满贯一样，如果一个作者能把这些所有的版权都改编了，一定是非常梦想成真的一件事情。但是圆梦吧，所以我希望鉴宝金童后续也能够进行影视版权的改编。我们也很期待。那其实呢，最近有一部鉴宝类型的作品叫做《黄金瞳》，正在筹拍。有人说是他的筹拍也带动了鉴宝类型的作品又一个春天。那您怎么看我们鉴宝类型作品的一个未来的走向？怎么说呢？《黄金瞳》的作者打野应该是我的老乡，然后。在应该是前几年就已经完结的一部作品，写得非常好。鉴宝题材的话，很多读者都很喜欢，觉得这个题材具有知识性，能够学到知识，所以他们都很喜欢这种题材。我觉得这种题材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后面的话应该是很有前景的，应该属于一种不会过时的题材。因为它本身有一定的技术专业在那里，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是值得去看的。那您刚才说如果改编的话是非常期待的，那您自己期待做这部影视剧的编剧吗？术业有专攻吧，我可能没有接触过编剧这个行业，对剧本怎么写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希望到时候如果改编的话，能够有专业的编剧对这部作品进行改编，希望是这样。我们也是希望鉴宝金童呢能够有优秀的制作团队来制作它的影视。那您在写作的时候呢，其实是同时在工作的。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在兼职写作。那其实，在这么长时间的连载这部作品，要同时的工作，是怎样平衡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打开 Word 就是干。平时回到家之后，基本上。不太应酬，很少约会，很少出去逛商场或者是吃饭。我一年逛商场的次数很少，屈指可数，大概2、3次。大概买一件衣服可能就去逛一次商场，大部分都是在淘宝买，所以比较省时间。然后基本上放假的话，有时候会多买一点字，这样可以存一点稿子，更新的时候就不至于这么累。以前经常晚上写到12点左右，基本上能够完成这个写作。那你看啊，您白天在上班，晚上要写作，经常写到12点。那您的家人对您这种状态是支持的态度吗？怎么说呢？网络小说发展了没有多少年，很多民众对于这个网络小说认知度不是很高，然后当时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种网络小说是那种大部头，我妈就说大部头你看它干什么，又没有营养，然后以后我从事了网络小说写作之后，然后当时我想辞职写小说，他们也不会愿意。然后后来取得了一定成绩，可能家里面更支持一点，我觉得可能这是坚持的结果吧。谢谢。那后续会不会想说我全职来进行小说的创作？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可能兼职上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写网络小说嘛，可能外人不太了解，读者不太了解。我们写网络小说，有时候一本书火了，下本书就可能会扑，火的时候收入很高，但是扑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收入。所以这种是一件很有风险的职业，如果兼职进行写作的话，有一份工资的收入垫底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可能写作起来更加轻松吧。我觉得兼职写小说更好，尤其是对新人来讲，最好是兼职。好的，刚才您也提到了新人，其实我们平台上有很多刚开始创作小说的人，那您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创作小说的，那您对这样的一类人有什么建议吗？在他们创作的一个那个历程当中，他们也很想成为大神。我现在还不是大神，怎么说呢？提一点要求就是坚持。我刚才也说到了坚持，也讲到了自己经历。写网络小说其实是很枯燥的一个过程。每天面对着电脑，你打开 Word， 你面对的是白茫茫的电脑，你要码下每一个字，其实每一个字写下来，其实看起来简单，但是每天的更新量是6000、8000或者4000，每天都需要这样，是很枯燥的一个过程。身边没有人，也可能你顶多也就喝杯茶或者上个厕所，所以我们很多网络作者喜欢在网络上进行聊天嘛。然后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拼字嘛，坚持下去。然后一部作品发布到网络上之后，也不可能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响，没有读者的评论，没有读者去加你的群，没有读者去说我要追你的书，没有读者说大快点更。这种情况下，你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个过程持续到100万字。100万字是什么概念？每天码5000字，一个月15万字，100万字就大概半年过去了。半年持续这样一个过程是很难的，所以说我说要坚持写下去才有结果。谢谢大大。首先要坚持，然后战胜孤单，然后每位新人作者可以从不断更来做起啊。那也请下面问大大，您下一部作品打算创作什么类型的文，给我们透露一下。下一部作品还在考虑准备中，大概现在只有一点想法，等我准备好了再讲吧。那会是剑宝吗？可能有关联，但也可能没关联。我写了13年到现在，大概写了4年多的时间，可能有点厌倦了。希望自己在题材上，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吧，可能会换题材。好的，我们也很期待啊。那可不可以我们介绍推荐一本您最近看的觉得比较不错的书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随便一本，什么书都可以。我比较喜欢《凡人修仙传》，他最近正在连载仙剑篇，我觉得非常好，可以推荐大家看一看。好的，大家可以赶快看这本书。那我跟七宝琉璃大大的对话呢就告一段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线下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大大的，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中间那位男生。喂，七宝琉璃大大您好啊，我呢是一个在读书的一个学生，那么的话呢就是也很喜欢看网文，然后呢最近呢也有一些冲动想要去从事网文的创作，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也正好是临近期末，刚刚正好听到您说您在创作的时候就是13年的那个期末是吗？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说学习和这个去去写作的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去分配呢？特别是到了这种考试周啊这种关键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网文圈有很多的作者也是在读大学生，他们也有很好的成绩。我举个例子，应该是谁呢？17K 的一个作者，叫青妖狐还是什么？他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年入数百万。是这样的。怎么说呢？学习，我觉得还是以学习为重。写书什么时候都可以写，最好是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偏重学习，拿到学历之后，毕业之后，然后再从事写书，可能更有帮助吧。毕竟来说，写书这条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万一你没有写出成绩，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应该懂。没有写出成绩，至少还有一个保本的路，是这个意思。好的，你可以先定一个小目标，年入数百万，好吧？那下一位朋友有什么想问我们大大的吗？大大你好，然后就是我听说就是网络上那些网络作家，他们的年收入啊都很高，都有几千万几百万，然后就有一点小心动了，然后也想尝试一下去写作，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启发琉璃大大，就是我们正常作家的他的一个稿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正常情况。好，我明白了。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收入比较感兴趣。网文和其他行业都是一样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富豪榜、网络作家富豪榜，他所列举的应该是前20名，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年入千万。这样的作者其实是在作者数百万的基数中是非常少的。然后也有后面的话就是数百万、数十万，更多的作者收入应该是在几千元，更有甚者很多作者写书几百万，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这是都是有可能的。这个要看天赋，同时也要看努力，努力的方向很重要。有些人会学习，他看了网络小说之后能够自学成才，能够很快的把握住这个网文的套路，能够写出适合就是读者喜欢的小说。但有些人他不善于学习，所以他一直就是站在门外。所以说真正的网文写作应该是在门内，你从签约到上架到销售到你后面的更新，其实都很重要的，这个不一而定吧，主要看个人。谢谢。好，有没有下一位朋友想问作者大大问题的？大大你好，我也是，我是刚毕业1年，很喜欢看你的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比较好奇，一般像传统的作家，他们都是先选题材，然后收集资料，就是会花几个月或者是小半年做个前期准备。那我们这边就是网络作家的话，也是走这样的一个模式吗？有些作者是走这样的模式，也有些不是。那我举个例子，就像我来说，我下本书的话可能会换一个题材，到时候我现在我应该是2个月前就开始准备，然后看那种题材的书籍，从排行榜上面，然后一本一本扫下来，把同类该种类型的所有书籍基本上都看一遍，然后总结他们的火的要素。这是我们网络小说作者的方法，同时也会注意收集到一部分的题材资料。还有一部分作者可能就一个礼拜或者1周之内写出一个3万字的开头，然后交给编辑。这个看作者个人吧，有些人准备的比较充分，就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有些人准备的比较仓促，他可能就稍微用的短一点。大概是这样。还是要找到你自己适合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观众访问的环节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份特殊的礼品送给您，是印有您名字的咪咕咖啡的咖啡杯，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拿上来。你可以把我们一起跟咖啡杯合个影好了。好，谢谢大大。谢谢。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其实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非常感谢七宝琉璃能够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啊！今天跟你交流，我收获了很多，我相信有很多新进的网络作者也收获了很多。希望呢他们能够越写越好，能够向七宝琉璃大大多多学习，多多请教。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阅读咖再见，谢谢。